哥含泪答应了公孙恒，他定会照顾好公孙夫人与元娘。公孙恒交代完了身后事，他让秦老与旭峰日后追随长歌，相信长歌定能守护好州城的百姓。公孙恒心意已决，秦老与长歌劝说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恒拔剑自刎。忠良之血溅于娇嫩花朵上，长歌落泪不止。公孙夫人来到书房，她虽然万分悲痛公孙恒的离开，却也深知公孙恒并非牺牲，这是公孙恒作为守城之君最大的荣耀。州城内大雪漫天，公孙夫人陪伴着公孙恒最后一程，她爱公孙恒，既然公孙恒为州城而牺牲，她便随着公孙恒的步伐一同前往。黄泉路上他不会让公孙恒独走，至于元娘，到底还是他这个做娘亲的自私了些，撇下元娘离开。书房内的动静惊醒了房外的长歌和秦老，长歌痛苦万分地看着刺史夫妇以身殉道，秦老却让长歌好好想一想究竟何为家，何为国，长歌心中的道又是什么道。次日，阿施勒隼兵临州城外，等着长歌出来投诚，只见长歌独自一人身穿丧服跪于公孙恒灵前，他身为大唐郡主，必须全力护大唐子民安全，好兜此时前来刺史府要杀长歌，长歌坦言若告兜此时拦着他，便是与大唐作对。长歌知道告都想杀他，如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死去，而生他养他之地也将他驱逐流放，他早就生不如死，待他完成大事后，告都再杀他也不迟。随后，长歌向公孙恒行重礼之后，便抱着公孙恒的首级准备出城献将。周成即将献将，长歌生怕投降后的周成还会再生变，他让秦老和旭峰趁阿施勒隼进城之时带着元娘和公孙恒的所有家当离开，至于这周成便由他来守，他已失家，绝不会再失大唐。随后，长歌独自一人带着公孙恒的首级出来献将，阿施勒隼虽戴着面具，可长歌还是认出了木金的声音，阿施勒隼自知身份被识破，他也摘下了面具，长歌看到了阿施勒隼的真面容，不由得心底震惊。长歌忍住了被欺瞒的痛苦，他献将后恳请阿施勒不能够放过全城百姓，阿施勒部士兵不肯答应，长歌也毫无畏惧之色，若阿施勒不想要周全城百姓性命，他拼尽了全城百姓也会同阿施勒部玉石俱焚。长歌说的并不无道理，阿施勒隼答应了长歌的要求，但条件是长歌必须臣服于他，视他为主，供他驱使。阿施勒要长歌做他的奴隶是为了保护长歌，长歌卖主献城必会在城中待不下去，可这对于长歌来说只不过是屈辱之事，为了周百姓，长歌只好忍辱答应了阿施勒隼。阿施勒部进城，长歌被绑于菜市场上，周城的百姓都将长歌当成叛贼，长歌站在万民之中没有一声辩解，木金当场宣布阿施勒部不会伤害城中百姓，城中百姓大松一口气之间欢呼出声，没有一个人会记着长歌的好，长歌想起公孙恒为百姓牺牲一事，认为一切都值得。阿施勒隼擅自放过周百姓，土客社前来找阿施勒隼算账，
草原征战至今从来都没有留下守军与百姓之说。阿施勒隼提其土克舍擅自行动破坏了计划仪式，他严厉压下了土克舍的不满，也让木金外出贴上告示，称李长歌已死，暗中保护着李长歌。